大家好，我是美芳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用 LMB 推针在4天内改善膝盖疼痛的问题。Mr. Day 今年64岁，Mr. Day 本身是个爱晨运的人，因为某天在工地上不小心拐了一跤，导致他的膝盖不能正常的弯曲，无法像往常一样每一天起来晨运，脚上的疼痛也影响他的工作。这样的疼痛让他困扰了1个月左右，他痛到不能了，才告诉我，我立马开始用 LMB 推针来帮他处理困扰了1个月的疼痛。刚开始，我是用热水袋、热敷加 pan，之后再用热水袋揉它疼痛的部位。这个过程大概使用了15分钟，之后开始用推针帮他推。这个过程共用了30分钟，也维持了4天连续。我用 LMB 推针帮 Mr. Day 止痛。首先，我就把热带放在他的委中穴，再加上茶片之后，我再把热水袋跟他揉在他的痛点。过后，我帮他做修理。那做完之后，我就把他的下半身完全修完，让他走起路来更轻松。在4天连续的疗理，那 Mr. Day 他改善了他的疼痛88%。Mr. Day 经过4天连续的 LMB 推针理疗后，看到他的膝盖从不能弯曲到稍微弯曲到一半，弯曲的一半。他现在4天后，他就可以减痛了88%，只差这个20%，现在还是在疗理中。他可以每天晨运，在工作也不必担心膝盖会疼痛的受影响。使用 Naduru 的非药物疗法可以达到排毒、抗发炎、弊病的一个效果。Naduru 的四大明星产品包括有黑松，它是帮助排坏的自由基跟排酸毒，达到一个灭炎、弊病痛的一个功效。加上我们的 LMP 跟 LMB 是属于智能限磁针灸，可以达到疏通经络、快速止痛、达长寿康养的一个功效。用上我们的 One to One Diet，可以启动自噬系统，帮助身体排老旧的细胞、老旧的毒废物，补充齐全的营养。最后是我们的 LifeSpark 的明星产品，可以帮助我们排血液的垃圾，补神经细胞，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。